阿拉贡王国，阿拉贡王国是1035年至1707年时伊比利半岛东北部阿拉贡地区的封建王国，因阿拉贡河而得名。9世纪法兰克人驱逐阿拉伯人，建立阿拉贡王国。9世纪法兰克人驱逐此地的阿拉伯势力，建立阿拉贡伯爵领。925年并入纳瓦拉王国。中世纪时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主要天主教国家之一。1035年纳瓦拉王国国王桑乔三世死后，拉米罗一世获得阿拉贡，成为独立王国。1104年阿方索一世当政，王国疆界向南扩展，直达格拉纳达。1137年拉米罗二世将其女儿与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联姻，导致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合并。1229年海梅一世进占马略卡岛，不久又征服巴伦西亚。1276年佩德罗三世继位后征服了西西里与撒丁岛，使阿拉贡王国成为地中海的强国。1416-1458年阿方索五世在位时，阿拉贡王国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的版图扩大到意大利半岛。后来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继承人伊莎贝拉结婚，通过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争，排除了葡萄牙人的干预，使两国合并，从而形成了当代西班牙的主体部分，但仍然保有部分政治权利。伊莎贝拉去世后，斐典南成为西班牙帝国的唯一统治者。1516年卡斯蒂利亚女王封女胡安娜和王夫菲利普一世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西班牙文明卡洛斯一世以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的外孙资格继承卡斯蒂利亚、莱昂、阿拉贡、纳瓦尔等国的王位，视为卡洛斯一世建立了欧洲最早的统一中央王权的共主联邦的国家。1707年新基本法令实施后，阿拉贡王国的残余机构解散，阿拉贡王国正式走入历史。